上人了，四十多了。Thank you.
踢了18个。所有人再来，这组不算。杨凌伸直膝盖，不是到上面再蹬直。米甜甜，这就是你实力啊！啊，你连90度都踢不到吗？Thank you.
是他，他不是在罚站，他尾巴骨磕坏了，然后坐不下，只能站着，站着休息。老师，我补一考，我就要去减肥，可以。来减减肥，正好也学了一个专业，那多好。不会着凉吗？不会的。我们是二四届艺考生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老师。谢谢向日葵的关注。来，第四组，谁？
翠屏能调的关注。飞起来，陈晨，陈晴。谢谢。
上去，腹肌，第二组，五十，啊，腿弯的，这什么歌？弯的手弯的啊，一律重新来啊，来起，梁玲你这种你就打算重新来是吧？两条腿并死，曹雪来，所有人重来，接腿抬到多少度呀、啊、曹雪，为什么让大家重来？国标班把腿抬起来啊，你说刚才问说怎么还有个罚站呢，咋不意思，我说他刚站那边，我说他不是罚站的，五十个做完了啊，刘飞陈梦阳，男神来了，我是 B 排，欢迎你们。怎么有个孩子跪在那儿不动？他刚才站着来的，他尾巴骨摔坏了，他坐不下，他受伤了，坐不下，只能跪着或者站着。刚刚站累了，现在跪下了。感谢五六一。我再看有人躺那儿啊，一躺。躺上个好几十秒，然后起来坐上一个的啊，再重来。还以为犯错被老师罚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对，他受伤了，他也想坐呀，坐不下。背肌一百，背肌一百，接，手不伸直的啊，腿没伸直的啊。受伤的孩子是我的孩子哦，晨曦妈妈。啊、哦，这背肌他可以。抬头，使劲仰，所有人下去再起啊，别再。
练的是背肌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应该是腹肌，接下来练侧腰肌。啊，练侧腰肌。来，做完的所有人转到头部，不是正面面部墙，准备撑侧腰肌。来，赶快来，示范一个。好，撑起来，准备。都得认真学，都得肯吃苦才行。美术竞争压力大，是的。做腰肌，不是平板。美术现在艺考非常的难。好，有人进来了，回来。报考的人特别多。在我眼皮儿直掉。
的关系。首先，马上站在地上了啊！跑天翼干嘛？你想握着你的腿伸直。行行，一会儿掉地上了啊！张雨欣，谢谢建新的关注，谢谢自己的关注。
换面啊。18岁准备艺考了，艺考高考。草原雪就是吗？我把他拉黑了，并且踢出了直播间。没办法啊，我给他投诉了，我举报了。准备？怎么都躺平了？稍微休息一下。对，我把他拉黑了，然后我给他举报了。8分钟，要不10分钟？对，坚持到底。10分钟行吗？就还有2个月就要考试了。那15分钟。艺考啥时候？山东省艺考是12月中旬、中下旬。哭也没用啊。谁的大腿和屁股在着的地上啊？咱们直接来20分钟啊！证明你别听腻了。其实每个练舞蹈的哪个没吃过苦啊？
都是从小吃苦过来的。谢谢。下练就在练他们的体能吗？这些都是多大的？他们都是高三的学生，十七八岁，准备艺考了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。你说陈，你干嘛呢？唱起来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上午都在地面吗？嗯，前面也练了中间的。腰腹力量。棍子老师再鼓励他们，他们不鼓励他们来，整天太飘了，他们再鼓励那得上天了。反正我只能说四个字，适可而止。
试再集训，然后集训完事就可以回去再上文化课了，因为他们都是练基础上来的，所以必须得拿出更多时间来搞专业。就是你一定行。小看软看，下午吧，下午我们再播软看和技巧，上午基本这一上午应该都会是体能。可能看看十点半以后会不会上了。换一遍啊，有男生在楼上。这是半道出身还是从小？都是零基础。都是零基础。啊？他们本来以为今天是来上软开度的。保镖，来准备啊！这首歌四分整，一秒还算了，给你找个短点儿。3:55，3:30吧，行吧？就3:30啊，咱们。他们现在基本软度都已经解决了，沿着膝盖贴了，是辅助锻炼技巧。这就掉下来。前面练软度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，基本上3-4个月就解决了，后面就后台。这粉丝要求放情歌王。来，我一手肖邦的，侧腰什么肖邦的没基础，没劲儿，你怎么夹呀？但现在也好了，干嘛的？我已经解决掉了。3:21，接，3:30啊！放机器人砍菜刀，8分钟。放鬼新娘，吓他们啊，睡不着觉了。放鬼新娘，去对角落看看。啊？放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吗？说肖邦的那个也就半个多小时，往左看看。这是小熊，小熊。这练什么？练的体能，练的侧腰肌。我要看班长，好的。班长非常的认真，从来不偷懒。粉丝来了，加油呢，让他们绑沙袋去跑步吧。今天早上跑了已经。阿汤好累，老在这偷懒，你看这是阿汤偷懒呢。班长看起来很轻松，不是很轻松吗？他是从来不偷懒，一般他这手是不放下的。哎呀，光在这蠕动啊，在这。
妹妹也是今年艺考芭蕾生哦，学芭蕾的，她很厉害。除了那边的学生都是看学生，也可能是建国的原因，有几个全部是一样，是弄不到的。我去，他说我们看见你在偷懒。唐天一，粉丝说看见你在偷懒了哈。但我最喜欢班长，每次都好努力，对，要不人家能是班长吗？啊，又不说人家能不当班长。完事了，下课休息。下节课各回各班啊。各回各家，各整各妈。
个人的，他妈就在上面个人。老师喝奶茶吗？老师喝呀，做老师真好。做老师。当他面喝，只让他们闻一下。小萌来办公室，老师也是苦过来的，是的。你说那个喝奶茶的女生是不是脸
Thank you.
Thank you.
时开播。今天上午就先播到这里就结束了。